事发生在7月4日19时许，在本市潭子区复兴路一段且之酒驾自撞事故，50岁有女驾驶 A 车沿复兴路一段往北屯区方向直行时，驶出路肩碰撞路边停放之 B 车。B 车在推撞波及路边共6部普通机车，致 A 车右前车头受损， B 车左后车尾保险杆、右侧车身及右前车头受损，6部机车车头及车身受损。警方依规定到场处置，现场无人受伤。有女经检测有酒精反应，酒测值超标，后续将依公共危险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统计辖区潭子区113年因酒驾遭举发在案计176件，警方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，千万别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。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打击酒驾，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，以身试法，共同恢复交通安全。